啊，那这个代志，特别是你郭文铁，伊新闻讲有疏失以后呢，除了卫生局一个首席科长上这个警方调查以外，这个卫生局的这个局长黄世杰嘛，伊就咄咄不休为理由来请示。虽然目前已经被挽留，也毋过台北市员一个叫做陈义军呢，公布一份台北市六月七日防疫会议的记录，讲这个疫苗爱做好完，核定的层级拢是市长，而且郭文铁不应该将这个责任拢撒撒给基层的人员。还是常来慰问大家哦。好了好了，加油加油，平安加油。特别对好心肝顶六间诊所较好，好因疫苗了后，特别是你郭文铁承认讲只有疏失。昨暝去看伊呢，救护工作为了病医护人员，搁伫面测会室里。严哥，这个文章三写四写，搁写讲，若是台湾的疫苗有够，那可能有人排日收钱要做。一味用疫苗不够、疫苗不够这样子的很简单的字句，就想要撇开自己的地方父母官的责任，我们深深以为不妥。李伟仁讲，安尼是你推卸责任，我个是真关心这个过程，先是卫生局疾管科的科长，可能讲无详细查核就配发疫苗，所以连卫生局长黄世杰嘛讲要负起咄咄不休的责任请示，虽然被挽留，但要市议员陈义军却公布这项会议记录。台北市六月七八防疫会议，国语七九进前要将村的疫苗拢总做完，而且台北市卫生局分站负责表内面有写明讲，所有政策核定事项等核定层级拢是市长郭文天。这个层核的层级是由股长、科长一层一层的上去，最后觉醒者才是台北市长柯文哲。哎，柯文哲市长把所有的疫苗通通拿去做人情了，却不敢担当。现在会对这六间诊所特别好，郭文天无交代清楚前，恶性疫苗风波恐惊会愈来愈大。打完回。